入嚟啦 ，Hello，Hi， 大家好啊，你哋好嘛？而家咧就開始呢個嘅 live 啦，同埋 Claire， 咁咧我哋不如傾住下啲少少嘅閒偈先啦，因為等多啲朋友仔入嚟咧，咁我哋就可以開始今日我哋呢個嘅 live 啦。Hi， 大家好啊！其實講翻我對咗上一次開 live 已經可能都真係有個幾月嘅前嘅事情啦，因為最近就都比較忙於拍攝新劇啦，咁所以咧就可能呢段時間咧我就會比較比較努力啲拍劇啦，咁所以大家未必會成日喺個 IG 嘅 live 上面見到我，咁但係咧今日咧就好開心啦，可以同 Michael 一齊咧有一個live 啦，咁可以同下啲 fans 見面，因為其實即係呢段時間除咗拍劇之外，因為大家都多時間喺屋企啦，咁又可能未必咁多機會見到大家，因為平時你十二月好忙噶嘛，咁又聖誕節啦，咁又我生日啦，咁所以咧就就平時我哋會有啲活動啦，同啲 fans 或者可能喺有機會喺啲 event 啊，或者啲劇集嘅宣傳同大家見面，咁但係咧唔緊要嘅。今日咧就同大家傾下偈。如果大家咧對我以往拍過啲劇集嘅角色好想了解多啲，問下我嘅有啲咩得意嘅問題，有啲古怪問題咧，你哋都可以隨時問我嘅。係啦，我睇下有咩人入咗嚟先。咦，我見到好多都係一啲個名好長嗰啲哇 ！Hello， 係啊 ，Hello， 你好啊 ，Cherry，Hello，Hello， 係喎，呢個朋友仔就話仲有十日就係我嘅生日啦，係啦，非常之心水清嘅，就係我係十二月生日嘅，咁啊就同呢個聖誕節係非常之近啦，咁所以今日咧就揀咗呢件衫咧同大家開 live， 因為即係閃靈靈咁樣，好有聖誕嘅氣氛啦，同埋即係我覺得我自己咧就係最中意就係聖誕節，因為我覺得十二月即係又可以以前啦就可以食啊大餐啊，咁啊又因為我啊婆婆我姨啊我家姐我媽咪基本上都係十二月生日嘅，咁所以就一個非常之開心嘅季節，係啦。Mandy， 我哋差唔多可以正式開始啦。好，咁而家咧我就要接受一個挑戰喎，就係咧佢哋要我畫一個自畫像。嗱，咁如果熟悉我嘅人咧就知道咧，其實我畫畫係都幾有天分嘅。火柴人，咁所以咧，我就而家咧就要表演一下，又答下大家問題啦，同大家傾下偈啦，同時之間咧就要畫我嘅自畫像。其實咧講起自畫像咧，我咧以前曾經上過一個叫做正向心理學嘅課程，咁喺裡面咧，其實我都有個自畫像。其實從自畫像裡面咧，都可以解釋到一個人嘅心態同埋佢嘅性格。咁而家我開始畫啦，咁而家你哋咧？有問題咧就可以隨時問我，但係我想話俾大家聽，我係一心不能二用嘅。如果我即係 miss 咗大家或者講嘢語無倫次，就大家千祈唔好見怪。OK， 我而家開始啦。Hello， Mandy 可以講下而家播緊嘅《使徒行者三》啊，咩登珠呢個角色，你有咩難忘嘅趣事有冇可以分享下？咩登珠嘅難忘趣事咧？等我諗下先。咩登珠嘅難忘趣事咧？我覺得咧，咩登珠咧係一個好，其實佢咧本身好似好酷啦，好似好冷靜啊，好即係啲人覺得好難溝通啦。但其實我覺得咩登珠喺內心係一個小女孩，一個好其實好單純一個女仔嚟嘅，因為尤其是佢即係愛情方面啦，因為愛情方面其實佢冇乜經驗啦，係一個好似白紙一張咁樣嘅，咁所以咧但係佢面對住愛情或者佢中意嘅人嘅時候，好似馬國明嘅時候咧，佢又會有一種好似個小朋友咁樣咧，含羞答答咁樣啦。咁講起趣事咧，其實我記得去到而家劇情去到後半段啦，其實寫落畫緊啲咩咧？條邊 ，OK， 咁咧話説咧就同馬國明又要拍拖喎，咁我哋嘅去聚會嘅時候做啲乜嘢咧？大家估下，係啦，
我哋嘅聚會嘅咧就係喺個 lift 度拍拖嘅。即我哋咧就唔會，例如我哋唔會去嗰啲哇，去啲好靚好浪漫嘅地方啦。咁喺我心目中咧，我覺得我最有安全感同埋最靚，即係最有 feel 嘅地方咧，就係喺個 lift 度啦。咁所以我就逼阿馬國明咧，同我咧去呢個嘅 lift 咧度拍拖啦。咁咧同埋咧，我記得咧有一次咧，我哋咧我哋拍平時喺屋企好浪漫咧，你會情侶會喺度做咩咧？就梗係同男朋友啊，會一起看下電影啊，一起吃下炮谷的啦。咁我哋嘅拍拖嘅方式咧就好得意嘅，我哋就一起喺個屋企裏面咧，就係睇呢個閉路電視，就係 lift 嘅閉路電視。咁就好似即係大家一個拍拖嘅一個方法咯。咁所以就我覺得都幾有趣，因為就係兩個好古怪、好孤僻、好孤獨嘅人，咁就兩個人走埋一齊，就擦出咗呢個愛火花啦。對愛情的專一啦，同埋嗰種嘅執著啦，即係我自己本身在愛情的世界裏面，我都是比較，即係我會係專一嘅。即係當我如果認定了那個人的話，我會無條件或者我會很專心一意去愛護我身邊的人啦，即係朋友一樣，另一半都是咯，嗯。可以講下《三個女人一個因》呢套劇咧，拍攝有冇啲咩難忘嘅事可以分享？哇！《三個女人》係一個非常之好多有趣，每日都發生好多有趣嘅嘢喎。大家想聽啲咩有趣嘅嘢咧？即係有趣嘅嘢啊！其實拍《三個女人》咧，嗰陣咧，我哋有好多爆肚嘅嘢咯，即係可能大家喺即係見到出到嚟嘅時候，死咯，冇位畫腳添。唔緊要，呢個縮細啲腳，勁短啲腳畫到去。O K， 好 ，Hello， 畫完啦呢個。想講咩係？有咩有趣嘅嘢？就係即係佢好多爆肚嘅嘢嘅，即係例如我唔知大家咧有冇記得咧，好即係好。頭嗰兩集嘅，咁就講咧話佢突然之間變咗做 Pina Colada， 咁然之後喺個車度咧就本身好性感咁樣啦，就跳入個車廂見到個靚仔就話 Hello， 可唔可以車埋我啊咁樣啦，咁然之後就本身開頭好性感就入咗去個車度啦，咁點知個車嗰個車主咧就話靚女你去邊度啊，兜埋你啦咁啦，然之後咧後來我講咗一抽對白咧，就係其實個劇本係冇我自己即時同阿 Ben 喺度諗嘅，我話。收聲啊！你以為你自己係？你以為你自己咩啊？你以為你自己係唔係？你收聲！你以為你自己好靚仔嘅？你翻 MK， 你要養搶王嘅你咁樣咁，然之後咧，但我又唔知道當時會諗到一句咁嘅嘢，就咩 MK 啊，養搶王，其實平時我係唔會講嘅，而係因為咁啱同我拍嗰個對手咧，佢個嘴唇係比較豐厚啦，所以令到我聯想都幾好，俾佢叫做養搶王咁樣，所以我就有咗呢個 idea 就擺咗落去當時拍攝嘅時候，咁就出到嚟就即係覺得好好笑啊！即係 Pina Colada 就係有好多呢啲咁突然之間跳線咁 instant 嘅對白就跳出嚟，其實好多場都係即場諗到嘅嘢就會發揮出嚟，咁所以真係辛苦阿 Ben 啦，因為真係實在有太多即興嘅嘢我哋擺咗入去咯。嗯，我畫完啦，而家呢張使唔使要俾人睇噶？噔噔噔噔 ，Hello， 我有少少解釋下呢張先，因為咧我想講話咧，其實大家睇翻呢個就係我件衫嚟噶。咁而佢只腳喺邊就喺呢度，因為幅相嗰原來畫到嚟呢度咧，先發現原來係唔夠位畫只腳啦，咁所以就只腳好短，唔緊要。咁然之後咧就係、是但係我覺得即係而家係呢個係，我覺得畫得都幾靚，所以大家就會 cap 低佢，即係恥笑翻我話點解我畫字畫像咁核突。係啦，咁而家之後嚟緊咧，我就呢個係長大咗嘅我啦，我嚟緊諗住畫一個字畫像，就係畫我細個時候嘅我。是不是很期待的開始好三個女人一個人入面呢都有很多不同角色造型喎，你有沒有哪樣最有印象啊形象啊有的都形象方面呢其實我覺得我幾中意岑默默的因為岑默默我覺得跟我自己本身都幾似的即例如佢係即係戴住副眼鏡啦，因為如果即係都冇墨啊，我乜嘢？第一支冇墨。
咁其實咧，大家知道咧，我本身係有一個好深近視嘅女仔嚟嘅，即係有都成千二度近視一隻喎。咁所以我覺得我本身同呢個角色係好似，而當時嗰副拍攝嗰副眼鏡咧，真係跟足我嘅度數去配嘅，即係個造型上高。咁所以咧，當佢一除眼鏡咧，我真係睇唔到嘢，就好似平時我朝頭早起身盲摸摸咁樣，係睇唔到任何嘢。咁啊，另外我又覺得即係其實 Pinacolada 都好搞笑啦，即係佢係會著喺啲小性感啊嗰啲咁樣嘅東西啦。咁係咯，咁我覺得喺造型上高其實都好幫助做到我哋嗰個角色嘅塑造嘅。咁而家咧，我就咧繼續畫我小朋友，但係你都覺得點算啊？我哋講下今年第二套劇啊，《降魔的2.0》啊。咁啊，莊子睿呢個角色，你有冇啲咩趣事可以分享下？莊子睿啊，莊子睿咧其實係相對地比較。即係一個認真少少啦，即係因為佢係做一個急症室嘅醫生啦，咁所以佢其實係會即係比較善良啲啦。咁其實我諗反而係拍第二輯嘅時候會笑料會多啲咯，因為佢個對手係阿思君啦。咁咧思君成日咧即係爆肚咧，又會好多搞笑嘢。咁但係角色裡面其實我又比較即比較內斂啲噶嘛，又唔可以大笑，所以就成日要忍住，好辛苦成，所以基本上有同思君嘅場合都要忍住咯，又驚自己會NG 咁樣咯。Hello，Hi， 可唔可以？好細聲啊！佢話，咁我咪要大聲少少。Hello，Hi。他問幾時有你和馬明的嘴戲，大家好像很關注這個嘴戲，其實我也不太記得，應該是差不多，因為現在劇情應該是講到即我和韋卓榮就會開始我們的即我就想初即想嘗試一下拍拖的感覺啦，咁我就找了阿馬明做我的一個拍拖的對象，咁所以咧就阿馬明就好似一個哥哥咁樣啦，教我其實原來情侶咧就應該係要去食情侶套餐嘅，咁佢又會好需要佢最帶人翻屋企咯，帶我翻去佢屋企咯。做啲咩唔知啊？你自己睇，所以就係即係好緊張，因為本身其實 Madam G 係一個好一個小女孩嚟噶嘛，咁佢喺未拍過拖噶嘛，咁突然之間帶人嚟翻屋企好緊張。今日答咗你哋嘅問題 ，OK， 可唔可以放多啲三個女人一個人嘅花絮？哦，可以啊，其實即係其實每次每拍一套劇咧，我哋都會。會拍低好多個花絮，因為好想自己留念啦，同埋希望有機會即係新劇出嘅時候，即係可以同大家分享多啲拍攝時上嗰個趣事啦。咁其實 Madam G 都會係有好多嘅花絮嘅。咁如果你哋繼續支持咧，咁我就會喺我嘅平台上高再同大家分享多啲啦。分享多一個角色啊，好呢個舊少少嘅陸俊強人嘅方玲，有冇？對呢個角色最有印象喺邊點啊？如果講起方玲咧，其實我諗我最深刻係反而係方玲嘅形象咯，因為我諗方玲係我第一次真真正正做一個律師，咁當時咧我去塑造呢個角色嘅時候咧就就覺得啊，其實因為方玲咧本身咧係一個好即係好 smart 啦，好叻啦，一個女強人啦。但係咧，佢同時之間咧，佢又好識得利用佢嘅即職場上高嘅其他嘅人去幫佢上位。咁所以咧，本身我嘅性格係即完全相反，即有啲係即有少少頓頓地咁樣啦。咁所以就唯有靠形象去令到我自己望落去係更加 strong、更 tough 啦。咁所以我都俾咗好多嘅即 ideas 同當時嘅。劇組的人就話不如方玲，我覺得可以將個嘴擦紅少少啊，咁或者喺個衫度上高有輕微少少性感啊，咁其實所以每次塑造一個角色嘅時候，我覺得個形象都好重要，因為個形象即係令到人第一眼望落去覺得已經好係嗰個角色咧，咁就已經幫咗好多咯。
咁係咯，所以我覺得我自己本身都好中意方玲呢個角色，亦都係第一次俾觀眾見到啊，原來我都可以 carry 到一啲比較女人味多少少嘅角色咁樣咯。嗯。fans 問你對手下留情有咩印象？哇！這個手下留情咧，就真係即係追溯翻係我真係頭兩年嘅一個作品啦。咁當時就係同阿羅俊謙做對手啦。咁我就係做個鵪鶉妹啦。咁其實我覺得諗翻，我覺得係我自己拍得都幾開心嘅一套劇集，因為我覺得原來一路做嘅時候，發覺嗰個角色其實係同我自己嘅內心係好相近，即係原來我私底下嘅自己或者個內心都好似鵪鶉妹咁脆弱嘅啫。咁而同埋亦都係因為呢套劇令到更多觀眾認識我啦。咁亦都能夠同阿軒仔可以有一個即係真係第一次好似即係情侶檔咁樣去做。咁之後跟住嘅《Encore 三十六小時》啊，巴不得媽媽啊，咁就又繼續同佢合作飛虎啊，咁係一個非常之開心嘅拍攝嘅經驗嚟嘅。嗯，咁 fans 問你正日生日嗰日會做咩？正日生日啊，其實應該可能都要開工啊，不過咧我就好希望可以即係最少都能夠希望可以同屋企人可以食飯啦，因為即係今年大家見面機會真係少咗，咁希望可以真真正正同屋企人食個飯啦，同埋希望如果有時間又開到 live 可以同啲 fans 見下面啦，因為其實每年嘅生日咧，我同 fans 都會有個 gathering 啦，咁但係今年咧應該未必有咁嘅機會啦，但係唔緊要嘅，我哋可以喺屋企大家一齊開 live 見面都可以嘅，嗯。有 fans 問幾時再同軒軒拍劇？咁不如你去問下軒軒幾時得閒同我拍劇啊？問完你翻嚟話俾我聽啊！咁我都好想同佢合作嘅，因為即係大家隔咗咁耐啦，即係好似大家經歷咗拍咗咁多套劇、咁多嘅人生嘅經驗之後，大家如果再一齊再合作之後會係點咧？咁同埋而家佢又係爸爸喎，咁所以就都好希望有機會再同佢合作嘅。可以分享一下你幅畫係畫成完全係唔見得人啊！這個大家可唔可以唔好笑我呢 ？Hello，1 2 3。嗱，OK， 大家解釋一下呢個咩事先。嗱，咁首先呢個其實童年的我啦，係啦，其實都唔錯，畫得都幾標誌嘅五官。咁但係因為我以前細個咧係會扎孖辮啦，咁所以就我會保留我呢個孖辮嘅形象啦。同埋咧以前細個時嗰啲即係隔離鄰舍啊，我啲即係校車嗰啲姐姐都嗌我大眼妹咁樣，咁所以就隻眼都幾大下咁樣啦。咁同埋我想講下呢件係咩，其實唔係廚師服嚟嘅，其實我諗都係我件校服，因為我以前件校服咧就係有個領啦，咁啊有條裙仔啦，但係依然係唔記得留位畫只腳，所以只腳都係比較短少啲。咁唔緊要啦，咁啊都係一個 Q 版嘅我嚟嘅，咁都幾可愛啊，其實。Hello， 靚唔靚啊？嗨，幾靚喎佢話，係啊，頭大身細，其實同我本身有少少，因為我本身個頭都有啲大，所以我係參照翻真人嘅一個比例畫出嚟嘅。哈哈。三條問題啊。好啊。嗯。好啦。有粉絲問點解你會叫自己做 Dus 嘅？其實呢個花名咧就唔係我叫嘅，都係多數係即係啲人幫我哋起嘅。咁其實呢個名嘅由來咧就係 from 我班活雪百度嘅姊妹。咁點解咧？其實佢叫咗幾耐咧，我都唔記得啦。都其實冇特別一件事佢哋咁樣叫我嘅。啊，係啦，其實咧。點解咁講？個 dus 咧個字就係 dus 啦，咁 du 係 dud 啊嘛，咁多數話啲人，你都 dud 地嘅，即係話啲人比較反應比較遲鈍啊，慢啲啊，咁佢哋就覺得我咧就係成日都好似慢半拍咁樣嘅，即係可能佢哋講完啲嘢，我都係遲好多秒先 get 到佢哋講咩，咁佢就嗌我 dud， 咁但係發覺都未係最入型入格，咁平時如果大家留意開我講嘢咧，我中意加個 s 字嘅，即係 hellos。Bye 咁樣啦，咁佢哋就將我名字就變做 D-U-S Dus 啦，咁我 Dus 係咁樣嘅由來就係咁樣啦，就係其實
我覺得係，我都幾中意呢個花名嘅，因為幾可愛啊！即係以前會覺得俾人哋覺得好似好似好嗰個 IQ 好似好低咁樣啦。咁但慢慢又覺得其實有時蠢啲都幾開心嘅，唔使太叻嘅，係啦。Hello， 有 fans 問你最中意邊個角色喎？最中意嘅角色啊，其實好多角色我都好中意嘅自己，我想我最如果真的說到最喜歡我想一定都是三個人一個欣的，因為即那一套劇是很深刻啦，二來就是自己都用了很多時間去揣摩那三個的角色啦，即是方以欣、沈默默和 Pina Galada， 也都將我自己真的渾身解數，將自己認識的東西都放在這個角色上，所以是啦，所以都我很開心，即大家到現在了，即隔了幾年之後大家仍然是都會記掛著這個角色。可不可以簡單說一下把關 Ico？ 把關 Ico 是甚麼來的？是不是說現在這個劇啊？哦，我想他們是說我現在拍這套劇，那其實現在我拍的這套劇呢都因為還有即還是拍啦，就是我都想保持一點的神秘感，希望到出街的時候做訪問的時候再跟大家傾多一啦。不過現在仍然還拍這個劇集的，那到時出街就大家留意啦。最後一題由我們 Mary Claire 問啦，那 Mandy 今年聖誕有什麼慶祝的打算？慶祝的打算呢，其實都是聖誕節都是應該要在工作中度過的啦，但是為了令到因為今年真的多了時間都是在家裡，今年就算放假應該都會在家裡的啦，所以呢我即是在家裡，我每年其實我都會訂一棵聖誕樹，今年都不例外啦，但是因為就想環保一點，就自己買了一棵用環保物料做的聖誕樹在家裡，那就去即裝飾一下它啦，希望自己在家吃飯啊慶祝的時候都有一點的節日的氣氛啦，那都希望你們可以在今個聖誕節跟家人有個很溫馨愉快的聖誕節。那兩幅畫會不會可以送給粉絲的？你們真的想要，你說真的想要，我沒所謂啊，如果你們想要的 話我會在這裡簽個名字送給大家，這個是長大的我，好了，我現在簽個名字，簽個大名。今天是多少號啊？今天11好，今天是11號12月的20年最後的這半個月，那就如果你們喜歡的話我就可以送給大家啦，如果你們收到這幅畫你們可以幫我上色，因為我沒有顏色，那你們可以幫我加一下些飾物啊，加一下些或者幫我畫一隻腳咯，是吧？那這個童年的我呢，如果你們喜歡呢我都會可以送給你們的，那這個呢你們呢就你們大家都知道我很餵食的啦，那你們可以加一些幫我加一些 食物啊，些薯片啊粟米啊那些，如果想要可以留言給 Mandy 的，那如果你們想要的話呢你們可以留言在我們這個 IG 和 Facebook， 那你們想留言的話呢，那我們就會有人去會 contact 你們的啦，好靚嘅，真係唔係賣花賺花香㗎，真係靚到咧，你哋可以聖誕節擺喺屋企做裝飾，唔錯㗎。你可以 set 個問題俾佢哋，因為而家好多人話要喎。set 個問題啊！到時俾你再揀。哦，好啊。個問題咧就係咧 ，OK， 個問題就係咧，個問題好啦。個問題就係、好啦，就係、今日我喺個 live 提及過嘅，就喺呢個《使徒行者》裏面，我同阿馬國明、韋作榮拍拖嘅時候，中意做啲乜嘢嘅咧？喺屋企做啲乜嘢呢？如果大家有留意嘅話咧，就記住留言話俾我知道，咁到時就抽睇下你哋邊個咁好彩有我呢幅咁靚嘅自畫像。兩幅啊，兩幅。唔好意思，遲啲我要去賣藝啊，為何驚好多人爭我啲相嗰啲？唔知佢邊啲另外一幅算啦，唔緊要啦，我放喺呢度。Hello， 真係好靚噶，幾有聖誕氣氛。好啦，祝大家下次見，下次見啦，祝大家聖誕快樂啦！支持一月號，支持我一月號，因為咧嚟緊一月號咧就有我嘅專訪啦，咁又影咗好多靚嘅相啦，咁大家一定要留意。馬麗嘉，馬麗嘉兒 ，Thank you 。